们将在垦丁的小湾酒吧做一日的实习，营业实习。你们要在短短的一个半小时之内完成所有的交接。太难吧？哇塞 ！Oh my god！ 啥意思？真的假的？你们好，请问几位？四位哦，四位的话，沙发后面还有一桌。好，那我们往这边请，来来来。嗨，对，欢迎来，欢迎来 ，Hello。你们看起来眼神，哇，他们来我就很紧张，你知道吗？这个要好好调哦。Hello， 你好。Hello， 你好。嗨，你们好。那我们往这边请哦，谢谢。这边，对，这里。Hello， 两位吗？好，你稍等我一下，我收个桌子，马上好。好，稍坐一下。然后菜单给你们看，我等一下帮你们点。好。是。小朋友想跟你拍个照片。没问题，等我一下哦。好 ，OK， 那稍等一下，那由于你们的餐点是非常非常的多，所以就是来了，谢谢送单。刚刚那一桌是他们全部都点哦，所以你们等一下好好做。好 ，OK， 好好。啊，这个是哪里的？这个，23。23。对，这是11。剩下。23、11。好。这一杯剩下，这边蔓越莓是谁的？好，我想跟你拍照片。可以啊，那你现在拍，趁现在有空。我可以带什么照？好啊。这一条要洗哦。来，正好喽。谁的？这个青花瓷的，然后32，对，32。起来，高明。青花石是哪位？那一定要搅拌均匀再喝哦。青花石忘记改吸管了。哦，青花石啊，对不起 ，sorry。啊 ，sorry。来，是，请说。这里面是 vodka 茶，还有一些我不知道的东西。好，那哪一杯是你？那这一杯是什么？我是熊熊来的，来是熊熊。24桌的。两个生啤，你们要加在哪里？好，那我帮你拿一杯冰块来。气泡没了。快来来，我来了。24桌，24桌。不好意思，久等了。来，都是哪两位的？这边，谢谢。好，来这边，谢谢。这个，这也要帮我送一下哦。谁？我要一杯冰块。哦，好，等一下，珊珊，你还记得这两个是谁的吗？这两只是这个吧？这个是32号，32号。这哪一个的？这个。两个都是。好，我先送，对，32。这个是你。这不是你们的吗？你们好像不是哦。好，那我帮你确认一下。好，小心啊。他说32没点这个哦。啊，真的假的？32没点这个。你确认一下。那应该是这个啦，这个23中。好，三。Sorry， 安了。混了，23，所以这是23的，对不对？对对对，32、33，23、23、23，这是你们的，谢谢。有需要帮你们整理桌面吗？好。夜鸡长虹，太快了吧！好，我先帮你再点一杯，然后塔吉拉莎，我再帮你请他们坐下。好，谢谢。妈妈来呗。不会。这是什么？收视长虹，对不对？对对对。收视业绩啦。业绩。收视也长虹。也可以的，也可以。忙到忘记在讲。是的。我跟他说收视长虹。也要啦，也要。Okay, please sit. Okay, in this two for you. Yeah, thanks. Okay.This is our menu, and you can take a look. Do you have to introduce any drinks for you? 这条洗。好，正好了。好。在哪一桌的？好的。
阿乐是哪一桌的？这是哪一桌？阿乐，哎，阿乐呢？阿乐在哪里？不知道。阿乐，阿乐在点餐。你们是三位吗？那我们往里面。不好意思，久等了。那个，等一下我们洗就好了。你先送这个，这个卡还有这个，还有这个，这都是三十一的可乐跟雪碧。对，你可以先送这四个。对。哦，业绩长虹来了。哎，我就放着吗？这是你，这是你的，对不对？对，我想的。因为董仔他本来就是一个很厉害的人，所以我觉得董仔在我心中本来就是第一名。可如果要说今天有被吓到，应该是阿乐。之前认识他这么久，我以为他就是一个小女孩，可是我今天发现她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女生，就是她在应对任何事情上面，她会突然变成一个超级厉害的女强人，哎，就跟她讲什么事情，她都可以马上做得超好的，蛮佩，就是很佩服她。这个是谁的？这是你的水，是我的水，对对对，你的水。Hello， 你要喝水吗？没关系，我把这个单点完。嗯，红酒啤酒是百威。哎，珊珊，珊珊，我们盘子还有吗？好像快没盘子了。雪碧，可乐呢？它有个薯条怪怪的，炸一炸，然后就起来是软的。没关系，放住。有。啊。等一下哦。哇，这么多，没有吧？哎，有这边。有。嗯，然后它总共是这个鸡块是哪里的？八个，哎，你加八个，你加八个。这个鸡块是哪里啊？是不是三十二？三十二，对对对。然后薯条也三十二吗？薯条也是。对。好。然后这边还有二十，你不知道帮忙。好。你加八个。对。然后撒那粉。一二。三分钟。圆圆，我跟你交代一下，就是十六跟十八都是同一桌的单。十六跟十八，对，因为刚刚有点宕机。哦，好，就是十六跟十八，就是数过去第三组就对了。你说，等一下我要跟他们结账的时候，对，他就是十六你要点，十八也要点。好，然后你也可以跟他们确认你们点的是什么什么什么。嗯，好，十六十八。好，来是熊熊，熊熊来来，哎，有啊，来过了，快喝完了。哦，来过了是不是？该背对啊。这个。哎，这是第几桌？他说三十一。这是三十一。三十一来过了。好，去过了。那个三十二有没有来吃熊熊？没有。没有。那十三桌有两个身体小的，然后哪一桌是新来的？有没有来吃熊熊？去玩游戏了。好，都没有。等一下，可乐那买五送一。你说二十桌吗？二十桌应该有一个。可乐那它是五个吗？一个而已。可是因为这里写完买五送一，没有，那反正就是可乐那去还没去吧？去了还没，还没好。可乐那三十一都去了吗？三十一号，三十一我看一下。嗯，请问你们的六杯都来了吗？对，好，三十一都到了。OK， 三十一都到了，那好。等一下，你们一定不是十六，哎，十六十八，阿乐，十六十八桌，可是十六桌没有任何单哎，那就是十八，可是十八也没有那个单哎。他们的单就是他们的单没有那么点那么少，那就是我帮你们重点重结。哎，你把他们全部都用在十八，全部用十八。对，好 ，OK。那等我一下啊。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不清楚外场的状况，一些 POS 机这家店里 POS 机跟一些单子的状况，所以我们需要花一些时间去适应这件事情。然后加上什么都是第一次，调酒也是第一次，然后做这些东西也是第一次，所以我觉得最大的困难就是沟通跟流程上，这是我遇到最大的困难。大家应变能力都很强，例如说可能有时候是机器不知道怎么突然跑出单，或者是说突然多了一杯不知道什么东西，就是我觉得我们都有办法去解决它，或者是说例如说有那种客人突然大爆满，然后我们要马上敲桌椅，我就觉得
外场是董仔，真的会让人很放心。谢谢你们，哎，我们都在垦丁哦，如果要来玩都可以来找我们。好，明天不是我们，明天不要来，明天不要。但你们明天看一下可不来，明天是另外一个人，对。明天不需要，明天不需要。明天对。对。哦，还有什么？这会不会没有做吧？这样好对吧？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先问一下对吧？啊，碎掉啊，破掉了。啊，你有什么东西还没有做，还是要我帮出的？那你帮我拿三杯雪碧过来好吗 ？OK， 三杯雪碧 ，OK。谢谢。这个破掉了。你破的，你先放在那个吧。因为这不能用，我得倒掉。因为刚才那个它是碎在里面。那你就倒这里，里面有碎片吗？没，我不知道，应该可能会有。我会怕，我会怕。我会怕。哎，东仔是有一桌有薯条的，哪里？是吗？几桌？可我忘记是几桌哎，我看一下哦。是二三还是三一？因为我不知道把它刷到哪里。二三还三，怎么办？因为单子太多了。你怎么会问我？二三还三，嗨，你好，嗨，几位？五位。目前没位置，我必须跟你们说，目前。但是我们可以试着瞧瞧看，但你们等我一下下，我先上物件。好，我会不会是三一？好像是三一，是三一，是三一。好。你们的薯条是不是还没来？然后你们有点一份，没错嘛？好啊，我再帮你们拿叉子。好，等我一下哦。你们是三位对不对？三位坐这边。好，坐先。没问题，你们先坐一下。我最怕会要飙抖的状态，现场客满，但是酒吧又不敢人。但是又有客人怎么办？今天就发生了两次，我想说，天哪，制作单位确定没有要赶吗？没有要挡吗？就是那个紧张跟想象中的可怕的事情，果真还是发生了。哦，香山，这个是要加水了，哎，有好像有韩国客人，你帮我跟他打招呼，真的假的？对，你帮我。OK， 好，你先出来，等下再进去。好好好，没事没事，你先要。OK。然后你帮我问他几位，如果是单位的单位数的话，我等等送。啊，혹시한국분이세요？아안녕하세요몇분이세요？아한명이아예들어오세요아잠시만요잠시만요잠시만요한분여행오신거예요？네아그렇구나그럼저기저쪽으로이거可以坐这里吗？여기앉으세요아반갑습니다저도좀앉아서쉴게요너무힘들어가지고아 OK 我跟他聊一下。可以，你跟他聊一下。那뭐드실거드세요？是休息还是聊呢？아没有没有没有不是不是聊聊好。중국한거아세요아니요월신한국말이에요아진짜로요네딱월신한국말헐阿乐等等二十一来我想问一下这个对好上面五个呢是我们五个自己特调的你们有要点餐的吗点饮料好一个雪碧然后一个柳橙汁好那边差一杯酒吗差一杯对不对好耶、yeah. 他点你敲手你敲手好啊你这边大概只能再聊三十秒哦참식좀하고가라네요저분이대장인데예아너무반가워요진짜엄청유명하시네요아니요아니요말해드릴게요말해드릴게요 sor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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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没事没事因为那个遇到了韩国人有两个你的米就瘦跟那个一个圆圆的练空 OK 对 OK 这是几号我忘了没事没事我来帮你就好了OK， 我先调一下三三。你现在做什么？做三三。哎，那我做三三去做业绩长虹。这个加就好了。我知道，我知道。OK， 然后呢，业绩长虹。OK， 业绩长虹。这个先帮我送哦。啊，没事没事没事，没问题。那个十五十六是分别是哪里？我送。十五十六 ，Hello。不好意思，求收，谢谢。不好意思，等一下，谢谢。我们可以的，对吧？对，我们可以的。我们可以，我们可以。快下班了，快下班了。东仔三十四号，不行。阿乐三十四号，
三四任拿留去送。OK， 好。业绩长虹，业绩长虹。我们是差一杯业绩。来来来，哎、欸，好喝哦，好喝哦。小心哦，小心，小心，小心。是裂掉了吗？不好意思，超前一下，不好意思。然后这两杯是两个曹佳琪，啊，两个曹佳琪，他已经不叫日光之城了，是不是？对，對好，没问题，对不起，没关系，两个曹佳琪，好，两个曹佳琪是我要过去是吗？没办法，我在忙，他已经快对，好，所以只要两杯曹佳琪，好，没问题，谢谢，你们先去上班，我就帮你收，不会，还好吗？有没有帮忙？要帮忙吗？要帮忙吗？怎么了？怎么了？香。真的假的？没有上？哎、欸，我刚才记得我有放那个薯条，还是他们上错了？啊，真的假的？对。天哪，真的假的？啊，不好意思，还是你们要吃什么？我这边还有，我可以请你们，不用钱，请你们的，要不要？真的吗？谢谢你们，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可能太忙了，嫂。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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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少上一个薯条，哎，为什么？真的假的？那薯条跑去哪里？哎呦，但是我们苹果吃到没了，怎么办？苹果西打没了。对，苹果西打，对，都用完了。苹果西打也没了。那个，抱歉，我特调卖完了。有没有有没有想要喝其他的？那你随便调。啊？你随便调。随便调吗？嗯。好。调什么我喝什么。好，没有问题。嘉琪这里要一杯。也有一杯。对，我想一杯你的特调。钢铁。哦，好，我也不知道我调出来的是什么鬼哦。没关系。不好意思。哎，珊珊。那位韩国人，你要给他写意见调查吗？啊，可以啊，可以啊。好，那你等一下跟他讲。好，好，这里给我。好好好，你去吧。OK， 好，差不多。좋았습니다싫어왔어요아이고저거있잖아요네뭐교사같은거하는건데이거1,2,3,4,5,6,7,8점중에몇개정도줄수있는지근데진짜你们没有点薯条。그냥솔직히그냥여기너무좋은것같아요아우진짜로그러네어저도이제봤어요어이제봤어아빠팔이막부셔가지고이런건줄몰랐어 이렇게막셀줄몰랐어 아니시험시험할줄알았는데진짜쉽게네先说，我也不知道会长怎样。没关系，这样哦。让我最吓到的其实是佳琪，因为他真的很专注在他手边的事情，对，然后而且客人基本上都是称赞的，他甩爆哎、欸。他甩那么多杯，我刚刚后来回想不对，那他会变肌肉酸酸，对，他会变肌肉酸酸，所以我觉得我蛮钦佩他的。等一下可以给你送吗？好。好。来了、yeah. 来了，不好意思，我也不知道长怎样，这些都是我的直觉，这都是我的直觉、你确定哎、欸？真的不好意思，这是我的直觉。谢谢谢谢谢谢，不好意思，我用了比较多的水果酒进去，对对对，就是很夏天。对对，我因为我想说，差不多要回去了，还是要走出去。可以走出去，走出去。可以 OK 吗？可以可以。谢谢你们今天来，谢谢谢谢，抱歉抱歉，真的有点忙。这边圆圆要结账，好，哎、欸，是哪一桌的？我们是哪一桌？23，好的，23桌，好。哇靠，喝超多的，我们是今天的大金主哎，你们要打同编吗？谢谢金主，载具要吗？谢谢谢谢谢谢，载具，金主，谢谢谢谢，很夸张哎，4000多，好，真的有玩开心吗？谢金主，来我们，来我们爱的鼓励加后会啊，5678，呼呼呼，哎呀，金主，没有没有，等一下再来啊，下次，谢谢谢谢谢谢，1号店哦，等你，谢谢你们了，谢谢你们，不用成为我们，感动到流眼泪了啊，对，下一次给我
我真的就是忙完才会肚子饿。你一口也没有吃对吧？对啊。还是很专业哦。哦哦，那为什么你可以那么有电？哦，因为你在充电。你在干嘛？在跟他讲话。好，我想说为什么他可以那么有电？原来还有充电。对啊。爱，我也说了我从来见怪呀，可以保持点距离，最后再透进的心目的是对我说爱，换借我一支穿心箭，把我钉在你的心里面，那种暧昧的氛围流畅在你我之间，你又让我疯了一点，谁能比我懂你的美，浪漫解冻你这朵冷玫瑰，纯白不醉的余味，模糊不清的视线，你又让我疯了。还是心情有变成这样，拉回现实，太累了。我自己觉得很大一部分会这么累，是因为我们不太熟悉，就是因为这个流程跟很多对的东西可能不太熟悉，才会导致很多地方可能稍微多忙了一些事情。对。其实在我看来是很顺的，对。只是就像你讲的，因为我们那个衔接的地方是。没有学习过的，而且也不晓得这间店原本怎么运行，我们是用我们的方式在运行。对。所以包含像我刚一直有想到结账，他到底要知道那个人是第几桌，对，然后我们的帽子一直错，我都用猜的，哎，我都说你大概在哪用猜的，几乎每一桌都用猜的，太厉害了吧？那有算对吗？你会大概感觉到那边是哪里？我都有听到他附送你吃什么，我一定要确认他吃什么，对，哎，但是我中间我有对圆圆生气，生一点气，什么？因为他说薯条。应该是三一还是十三？哦，对，十三。然后我就看着他，他说不知道，忘记不知道。那我当下我本来要说，可是你应该要很清楚知道他是哪一组。我原本，但这句话我吞进去，然后他就说，我想说不行，那换我想，我就这样看一下，应该是哪一组？超级奇怪，有一个空的啊。哦，其实今天蛮多类似的。可是我那时候不是给你看一个单，他写薯条，然后上面写，可是去就是没有。对，有时候会这样。对，所以我觉得这算是就是真的没关系，就是这就是一定会出现的失误，因为我们其实真的不知道这个机器是怎么运作的。但我觉得今天的经验刚好可以，我们以后开店的一些小美感要对，就是改进它，我觉得就没有问题。我觉得最大可能可以改进的就是互相 cover 这件事。而且，对，我还担心一件事，我怕我们认真到做太好，制作单位不知道怎么剪。对，是应该有这个问题。我们表现太好了。对，应该是不会。珊珊觉得今天如何？我有点对不起大家。为什么？怎么办？就我一直问大家，这什么？然后中文也是，我让你问，哎，这个什么？没事，因为我知道我应该需要 cover 你，所以我都会特别注意你的那个情况。没事。好，那接下来呢？因为我们今天还是有请这个 Long K 的人客的部分，请意见调查表。我这边得到的，我们是几颗星啊？24、68。好哦。我这边满星。然后最吸引的地方玩酒吧游戏，喝了情欲日光之城跟盛夏，但好喝吗的问号他没有写。那建议，感谢佳琪听取建议，提高日光之城的酒精比例。是的，真心不想面对明天，已经连续好几个 Blue Monday。日光之城是有一点算是，就是我不想让它那个苦味那么多，但我发现其实蛮多人喜欢这个味道，而且超多人点日光之城，而且说很好喝，而且是我送过去，他们说哎、欸、这个很好喝，可以再来一杯吗？对，我吓到，因为我今天其实有改，我是用店里的柳橙汁哦，对，店然后去改，然后让那个味道，然后再加一点伏特加去增加酒精浓度。哦，所以你有加伏特加了？对，后来有加伏特加。对。所以美丽果不行。我觉得美丽果可能没办法综合那个，但是美丽果如果要找我业配的话，有找的话，话是好。那我还有一张，整体服务董仔超亲切，谢谢。喝了恋空很好喝美酒啊，然后酒后吐真言，注意新客。不要让顾客等太久，祝正式的开店顺利，非常感谢。是，对啊，因为今天真的太忙了，真的是第一次。好，那换我。好，这个是满星，哦，满星。然后
是特调最好喝是业绩长虹。神了吧？没错没错。要对一下。韩文的。有韩文的，有一位韩国人游客，对，他也来了。他说，这里风景很美。他想建议的，他说他没有，都满意。哇！只有他看得懂韩文，不要乱讲。没有，韩文上面是写什么？我真的觉得不是。店员有活力，服务好，然后他喝了生啤酒，然后他觉得上餐速度要快一点。哦，没问题。因为的确我们有的有讲到要等，有的没讲到。对，下次要改。我觉得这才是对我们来说最有用的。对，真的，真的，谢谢这种建议。这样才会让我们知道哪里其实是客人更 care 的点。对，没错，没错，没错。辛苦你们大家，那你们完成这次任务，你们可以选择一个。哇，哦，先选吗？哇塞，那他们不就完选了？也，他们也可以选，没关系。哎，我们选一个就是超简单的沙拉冷盘。我也觉得，我也咖喱饭也可以很简单啊。我会哦，这个也简单。我会做沙拉冷盘。对，因为咖喱煮好又捞。对，捞就好了。咖喱饭吧，咖喱饭。谁拿手菜，我拿手菜。那咖喱饭好不好？沙拉也可以，沙拉也可以。如果是台式德国猪脚呢？因为我你要看，我们有炒泡面了，对，然后我们也有水饺了，好像不用再一个主食，应该是一个小点。还需要有肉，你想要吃什么？肉吗？肉需要有肉，这对不对？对对对，就我们可能要换思维了。好哎，好。那我觉得可以，都可以接受，没问题，可以可以。好，那我们就猪脚。好 ，Let's go。你在干嘛？吓到！你就觉得我吓到，然后我就头仰过，我感觉他在装恐龙哎。哎，你们好，嗨。哦，等一下，我跟副店长陈恩会负责带你们。好，等一下会分出内外场，两个人。要不要三男内女，男女外？这样有点太刻意。对啊，扛。比较辛苦的东西我来扛，好不好？那我捡漏洞。哦不不不，你已经捡很多漏洞了，不是啦，你已经捡很多洞了，我捡人家不要的。那我有外场啊，啊不是要喝酒，一个可以就是跑内跑外都可。对啊，我们只是先定好，但是我们可以跑内跑外。当然要互相支援。哎，木剑，你数学好吗？我数学还不，我以前是数学家教。哦，那你可以帮忙收银吗？哦不不，其实不是。讲到钱就哎，我不是哦。那就我数学高，学测是大概一级。没有要关你数学几分的啦，要不要收银呐？我数学都零分呢。收银感觉就我完全不想把收银交给这个人。收银的最方便跟客人喝酒，真的吗？对啊，收银可以一直吹。因为他说有请你啊。对啊对啊对啊。好，那我当收银。掌柜的，我怎么这么好说服啊？收银台的话，搭配我们这一个外场的小台的 POS 机。那比较需要注意的就是外场点到。鲜奶茶跟红茶会当机，你可以按一下，问他说你要做甜度调整吗？然后冰度的调整。不要，我们今天不调整，都是无糖，只有一个无糖限定。OK， 我们不调整，少这么多就八桌了。好，那要先结账吗？可以试试看，跳单起来的话，然后拿给这边杂物区的人。哦，夹上去，夹上去。好，夹单。对。他就可以看，然后泰国椰子水，他客人可能会问说，你们这边的泰国椰子水是不是一颗的那一种？嗯，对，然后我们不是，我们是冷冻包装，但是我们里面也有果肉，对，就大概是这样子。那我可以先喝一杯椰子水吗？可以啊，你要试一下味道。好，我这个试要试味道，我们才可以安心推荐嘛。对，好喝吗？好棒哦，它很好喝哎，太赞了！我们直接不务正业，隔壁在认真学调酒，我们在认真吃东西。那你们要讨论一下说代号的部分。我觉得就一二三四五最简单啦。好 ，OK， 好。那我先确认你们的酒的名字跟价格。就是直接用自己的名字就好，这样是最快。叫红色夫，红色夫，对啊。本本然后本来应该是糖，本来应该是糖。冰原历险记，哎，冰原历险记好像很不错哎，冰原历险记不错哎。对，六星脸是300块。红色夫，红色夫，我觉得可能200块就好了，那个真的蛮便宜的。
本来是汤三百。三百。好。两百九。为什么？你在促销什么啦？哎、欸，你酒不是很难做吗？不是，因为我的绰号叫库里，然后库里就是谐音就是九十，所以我想要伪说是九十。那你卖三百九啊？太贵了吧，谁要买？不会啊，就是你一整杯，然后加整只冰棒，这样子三百九很合理了。哎、欸，没有，那你们要不要调一下大家的价格啊？每个人都不一样啦，但我压力很大哎、欸。啊，可以买什么三百五之类的？那我三百五好了。所以我们这边的代号跟他们那边多一点，他们那边也是看代号。对他们出单的话就出现误。啊，他们就知道要做，就这一杯。那之后可能也会碰到换桌或什么的。哦，我们这没办法换桌，桌子不要乱换，拜托。我们那个下手上路真的。OK OK。可是他们的，我觉得他们的比较难，我觉得要调，我觉得我们的还行。好，进入小湾特调，我们调酒。OK 好，你们等一下准备做小操，这边就要按钮。对，这杯很特别的味道。第一个用到的是做金巴利。清酒，葡萄我们给它60，然后再来柠檬水补满，托尼，都要让它有点气泡感。没错，会比较清爽，这边喝起来很清爽，然后带点金巴利那种五香味，然后会回甘。这是员工福利哦。会很解渴吗？很好吃。哇，好吃吧？我们在这边吃东西，我们在学怎么，我们在学怎么调那个椰子水，你先喝，很好喝哦。你吃了就。大家先喝。我先喂你吃，不要。你为什么就想要喂别人吃东西啊？不要吃辣。哎呀，你不要这么别扭好不好？就调过。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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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一个这个包装袋。对，那我们特别有设计过。对，我们在学怎么把它剪开，练习一下。然后再一杯叫台风台风。然后我们有些酒单都会跟海边的景象很像，所以它用到的酒会比较多一点点。台风我们要用到。这个 Tequila 龙舌兰，然后 Whisky 莱姆酒，凤梨汁、柳橙汁、柠檬汁，我们都下完之后，我们打冰块，打到八分满，然后最后冰咖啡买了可乐补满。哦，这次是可乐，他都会看着像台风过后的海一样。哎，哥真的很辣哎，吃一个，哎，我的鼻子。没关系，嗯啊，好吃耶。然后等一下我会再示范一杯樱之季，在恒春的地方，在冬天的时候会有罗山木在吹，老鹰也会出来。哇，这个太难了，飞翔。所以我们是根据老鹰的形象，然后我们调出一杯叫樱之季，艾比斯，然后姜味，然后赫尔比斯，然后最后我们会用一个叫做姜汁汽水，对，一样补满就好了。OK， 要摇的话，千万千万记得气泡饮不能先倒进去，要不然你就是洗澡。盖子盖好之后再盖上盖，好，然后就开始。调完之后，因为它有可尔必斯，所以它有点气泡，它有点泡沫感。摇到旁边结霜之后，上盖先打开，再来一个。二层哦嘿，哇 ，muscle， 帅，看起来，姜汁汽水，慢慢的注入，然后最后给它搅匀就好了。我想问那个鲜奶茶那个之类的，也是他们做的吗？对，鲜奶茶的话，红茶会在这边，然后牛奶在前面，就是先问需要桶没有载具吗？客人如果需要载具，需要这边一下，对，然后跟他比一下。现金也要载具是吗？有，有些是存手机的。哦，好难哦。哦，它就会出现在这里。你看，你看，兴奋什么？有一个角度。好开心哦。样斜的45度。然后顺了之后，你可以用你的小拇指往下推，增加它的。超好喝的感觉，然后往前打个泡沫，然后上面有一些比较粗的滤掉 ，OK， 剩下的都会最好的泡沫。对，那其他这些是在这个都是前面的冰柜，他那边打开有百威杯威者，爸爸多来一个，可乐拿啊，那应该可以。分工好了吗？对啊，哎，你要不要谁帮你倒生啤跟开酒啊？如果我满的话，可能会
你一手啤酒 你在那吗？我觉得等一下没办法完全一个人专注出一件事、欸，就是、感觉会。我可以帮忙倒这个，然后开瓶什么的，然后再送出去嘛，是吗？那个，对对对对。啤酒是大杯小杯有，然后小杯是这个，然后大杯是这个。客人点这些百味海呢跟还有库隆拿可以的时候来开，对你来开，然后放在这边。好，那、我嘞？你是外你在外面，然后从这边。你去跟客人玩游戏，你跟我走、哦。你跟他啤酒，他不喜欢你。你啤酒的时候帮我就好了。太行了，太行了。那佳丽，我可以拿饮料。完全在外面。完全在外面吗？妈。因为我想说，我刚刚有知道那个无酒精的饮料，无酒精的饮料可以。没关系，我们会搞定。我已经觉得我可以掌管整间店了。真的假的？真的。大姐头啊。没错。他等一下，等一下有事就叫你哦。本本，不要叫我。本本叫啊。那我们那个嘛，如果客人点这个特调，就自己做吧。自己做。自己做。就自己做吧。自己做。自己做。可是我进去调之后就没有人点了哎。干杯。嗨，那我来了。我的牛肉很久了，我没有时间送出去。不好意思，我想拿个量杯，谢谢哦，我借用一下。好。走，你现在你是三号，对对，一号。OK。哇哇哇！哇哇哇有点样子，哇，这个吧台，哇，希望以后我们也有。耶、yeah, ，我来了！这个调酒师包围一下，请问怎么称呼你呢？我叫 Nono。Nono。Nono。OK。Nono。我这边先介绍一下，他是去年台湾2022年调酒界的奥斯卡比赛的冠军。哇、wow! ！他今天来教各位，这期吧又由我来指导大家调酒。我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另外一队的导师走的是比较。高科技的现代化的调酒，那我有研究过大家，我觉得我们应该要走的是反过，我们做个反差，就是我们走欢乐一点的，我们多更多的互动。好，更多的、你是说可能在调的时候，我们可以跟观众有个互动，干嘛敲什么这种喷火之类的，对，像是在搅拌的时候用手指头之类的。您说，然后还要搅完之后还要这样？对对对，我觉得是好。我们在开始之前，我们先来进行一个简单的游戏。好 ，OK。OK， 好，这边呢有六杯，开工去啊。老实说，里面哪几杯是酒，我自己也不知道。好，但是有三杯是酒。你的游戏是说我们要演嘛？要猜是不是？猜谁喝？猜谁喝到酒？我就单纯你要叫你们喝酒而已。好，那我们加嘛，我们加嘛，猜谁喝到酒？猜错的要干嘛？猜错再喝一杯啊！猜错再喝一杯。可以。好，我今天我们学不完，我今天学不完，我直接第一杯就没了。起床哎！来，年纪小的挑。好。这位。好。等，谁先？哇，好，你先。这个平台你有在喝酒？好，到我。猜谁喝到酒？我平常哪有在喝酒？看那个倒的感觉就知道了。吞下去吗？大家都有点厉害哎。哇，他的假咳。他的要不要等他两分钟？有脸红就有了啊！对他好像可以等你们在干嘛？三二一，你指谁？我指圆圆。有喝到吗？是过关赞。你指我，我没有。你一定有，你有喝到吗？所以你也没有，你也是过关，你也是酒。来，两位男士，再一杯。因为酒，它滑下去比较慢。嗯，对。所以你看得出来，这个一定是有酒的，这个一定是没有酒。就粘在上面，对不对？所以他在单瓶喝水被呛到了。对。我在做调酒师之前是魔术师。哦。如果大家希望，我们可以在里面加一些。巧思的元素可以，因为我本身我以前有先去学当过魔术师旁边的小丑过，所以我知道有些手法是很可爱的。不是助理，是不是？不是，是小丑。对，折气球。我是算一点魔，会小一点小魔。我也会一点魔术，对，真的变得更喜欢你了。OK。哇，你刚喝到酒还是？OK。这样啊。我们待会会有列出十个基本的调酒，你们可以先跟。他们学，你们要学哪一样？好，那刚刚一直被提到的就是三叶草，那个琴那个怎么念？罗子，罗子，
我以为你要选 Mojito 哎，我其实很想选，我觉得就照从我的心走好了。我觉得就算两边都有 Mojito 也没关系啊。对啊，没关系啊，我们有表演。好，对。好，我们的 Mojito 是这一种。好，那我选 Mojito， 因为我真的很爱喝。我也是。好，科梦波丹跟三叶草俱乐部两杯的颜色都是属于比较女性化一点。哦。那三叶草俱乐部，我们用新鲜的食材去做，那我会让它变得更好喝。食材新鲜，什么食材啊？因为它里面有加到覆盆梅。另外一个的食材是什么？另外一个是我们会用偏柑橘调性的伏特加，然后跟蔓越莓。然后所以颜色也是粉粉，对不起，蔓越莓，我觉得这还是那个，我决定选这个好。好，那你就是科梦波丹 Mojito， 你呢？麦太，麦太 ，OK 啊，当然，好啊，麦太，我觉得麦太，你是不是对那个眼那个字最有感觉？对对，麦太，侧车是什么？哦，对，我刚也想问，这杯的酒感会稍微重一些。哎，可是我他用这一杯，他可能自己试的时候就喝醉了，对，是的，所以我可能选另外。好了，我帮你选侧车好不好？那我选侧车，好，你选粉。那你说哪一个是要咬很久？那个 Ramos Dreamfish。对，但是因为我们现在科技很进步，所以不用摇那么久。他要啊，他要，粉丝爱看他摇。我摇，我摇，是手摇，不是身体摇。我摇，我一起摇。好，接下来是圆圆跟珊珊先学第一杯科梦波丹。对，好。好，那在学之前，我们先跟大家分享一下，杯子很重要，对，所以我们会尽可能去选薄一点的杯子。你在喝的时候，嘴唇比较不会有障碍。杯子比较厚的话，你会感觉得到；跟很薄的话，你感觉不到杯子，你在喝会更轻松舒服。可是诺老师，我问一个，如果本身天生那个人他就是薄唇，他很薄情，有这个说法是吗？怎么会啊？我那你试试看。好。然后第二个很可以可以可以。出去的酒要是冰的，冰的。对，所以呢，我们都会做个冰杯的动作。那我们会把杯子呢放到冰箱里面。好。好，我们首先先加入这个是柑橘口味的伏特加。哦，45。45。45了。好，倒。蔓越莓汁30。30。好，接下来这个是君度橙酒，我们要下15。15。这个是五子柠檬。好，7.5。然后最重要的是呢，我们下完材料之后呢，一定要做一件事，就是我们要试一下，觉得 OK 吗？有没有咸咸的？咸咸，这颜色会流。哦，原来是早上我竟然跌倒了，好恐怖啊！原因，很好喝哎，流下来的部分。超咸，你刚刚给我超咸，不是你真的是汗太多了吗？是一个，而且你刚刚都滴下去了。老师，我想问一下，我们是不是其实拿杯子的时候尽量拿底方，因为这边会有指纹。对，没错没错。如果在我们店拿，我发现我们店的伙伴如果是拿这样子给客人，我就会拿我的手给他吃。好，那我们要来喽。好，纸，然后记得上面这个要盖，要扣着，不然会飞出去。飞出去不能摸。好，来开始。对哎呦，如果像我们如果做完喷完，给客人看完喷完，我们也可以往自己身上喷一下，这样。对，是，这是一个太 sexy 了吧？对，互动的效果。不是，那你干脆说变完之后，那我们这样子咬着。也有，我们可以来喝了，我们可以来喝。好。如何？好浓哦，真的很甜，你都觉得浓？真的很浓，真的假的？真的啊，这个感觉是要跟人家拼的。好喝哎、欸！好，我发现就会变，我觉得好喝啊。哦，好喝哎、欸，其实很好喝啊。好了，我们准备开店了。开店要先喝一杯，来，有小仪式感。仪式感哇，这个需要杯很大哦。耶！就一二三，然后一二三，我们喊出我们想看的东西。好，好，一二三。Thank you, Michael。好了好了，走了。你要去接待了吗？嗨嗨，老板。第一个是老板，请进。压力山大呢。你要笑谁？耶，好酷啊！我笑谁？那你等下跟人家凑桌吗？好，那你坐这边。很笨啊！你好，你们要坐，想要坐哪一桌？可以有角度让这个人。等一下，太难了，佳丽。他们讲韩文，我不会韩文、啊。我也不会韩文啊。找肌肉先生好不好？日本人去跟他沟通一下。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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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那我们先给那个生啤酒四杯，四杯生啤酒吗？要大杯还是小杯？大杯，大杯，大杯的。好的。还有那个麻辣猪耳，麻辣猪耳，这样就好了吗？对对。好，那先这样子哦。好，谢谢。来喽！这边结账。谁跟谁啊？这是三跟四的。你点我的酒吗？一是我吗？一就是按照那个菜单上面的顺序，这是你点的对不对？所以木星人，所以他点我一酒、啊，没有，是本跟我的，哦，所以是刚是你那一桌，所以四跟三了，四跟三了啊啊，那你要来调吗？四杯生啤大杯的，大杯。可是我进去调之后就没有人点了哎、欸，我来了，不是，所以你要结账，然后又有人出来帮我们点，我先进去，我可以晚一点再听到。但是我要干嘛？我干嘛？我要干嘛？我们等一下再调一次。OK OK 好，先调还是等一下再调？轮流进去。调什么？要调什么？有点到我们的调酒。我操！先进去吧，因为这现在外面没有我们的事情。那我先进去调，然后你先带。好，我先带。好，反正也没有，现在没有人要进来。好。停下，停下！不要拍，不要拍。我们要去吃蛋糕店。等等，我粉丝表情五花。我怎么办？我不会跟韩国人聊天呢、啊。加油！我只会日文而已，都不会日文。不好意思，帮你上个啤酒。谢谢。欢迎。欢迎。이거뭐야TOT 앞잡이배인가오늘동현이가고싶어왜들고갈게哎，本本。要。这里他先结账，不然会乱掉。不好意思，请问我可以跟你们先结账吗？好，可以。总共是1661。哎，你直接掉，哎，直接，哦，你的那个嘞？哪个？这个啦。要加这个？对啊。你要随意，我也没差了。因为我没有那个啊，我那时候没有那个。好，没关系，没关系。老师教我，还蛮多的。哇，这个应该有60哦。这我啊，没关系，我相信。对，我需要老师教我。看，我点不进去这个。刚才点不进去。你看他要说请前往工作站 B B table， 我这边他卡住你的结账，都只能在这边解，所以你不要卡住他就好。你按到卡，你按到对点喽，你就会了。好，然后叉子等一下在这边。哎，马上在玩什么那个？扮家家酒的感觉。对，好玩哦。你好，你们是？啊，是哦。啊，就看一看而已，看一看而已嘛。要不要进来？喝一杯。喝一杯。其实也有无酒精的。好啊。好，我刚上位了，先啥？来，上位，上位，上位。我要跟他喝酒啊，对不对？杯子，你的酒嘞？我的，我没有酒啊。不是啊，你的特调。我要特调哦。啊，你有先备好吗？备了，所以我要先调，是不是？对啊。那谁先喝酒？那你先去陪客人喝酒。你要陪客人有谁？他说要陪客人喝酒啊，那你去跟他闲聊。你有事做吗？你在照相机。对，我可以喝一下下。那你去喝一下。啊。哎 ，Welcome！ 哦，谢谢，欢迎光临，欢迎光临。你有点什么？我最期待的一杯。真的，我有2分钟可以跟你喝酒，我等一下回去要顾薯条了。我们是今天是在录影，所以就很多第一次，我们第一次对。我们之后会在那边开，没有很厉害，我们今天刚学。真的吗？对。我的特调要用什么？泰国椰子水，泰国哦，等一下，两杯，好，可以，我来，我不知道我的特调要用什么杯子，怎么样的？
我的特调要用什么杯子啊？你随便拿，随便拿。你的是热的，应该不能拿冰杯。对对对，那随便拿哈。60ml，我要怎么算60ml？这个是30，所以要两个。我已经觉得我可以掌管整间店了。真的假的？真的。对，要假装很低落，其实我们很紧张。感谢感谢。谢谢谢谢，待会再找下。好，可以可以，哇，谢谢你们更好看了，谢谢，小心。好快哦，大家很利落嘛，大家很利索嘛。不好意思，谢谢你这边。好，谢谢。本本，哎，等等，有客人。我在调酒，我在调酒。两位吗？你看在这，要坐那个吧台或是这边都可以。这边，好，可以可以可以。那你们可以接受并桌吗？可以啊，可以啊。好，那坐坐坐坐。好，坐。我刚才在说啥？我说说说说说。太激动了。哎，其实这个是给谁的？这样怎么分啊？这里面有谁啊？那他知道吗？他是同一桌的。那你要给他看，他我说外场会知道吗？他会 get 懂，就是因为如果有重复点怎么办？就是22桌啊，什么意思？就是22桌的、啊。你要告诉他是22桌，不然外场是会。对啊，对啊，好，这不是正常的吗？我不知道，其实我很紧张。哎、欸，好屌哦，屌不屌 ？OK OK， 本本特调来了，我还特地给你串了两个牛肉串。哇、哦，这是我上次吃的牛肉串，不错吧？我觉得，喝看看。哦，先把肉吃掉，然后再慢慢喝汤。你等一下出去陪酒，可以。其实这其实不是，这其实不简单哎。对啊，好喝吗，老板？李三吃好喝吗？这杯真的比较好喝，比较好喝了。老师，我想问一下，这个应该要加多少酒比较好？你的 wrong， 我刚才喝到这里就是自己笑了，是没加，是他的没有结合在一起。你要笑什么？是，我刚上来怎么？请坐，请坐。他们有点债务，你们有知道？我不知道哎、欸，出了。炸弹那边会出吧？炸物那边会出单吗？出了。我要给你吗？跳单起来的话，然后拿给这边炸物区的人。啊。其实我有超多单哎，看，我应该会有这个吧？你确定？没有，不会，我要给你。你检查，你检查一下有没有漏，因为我刚刚都没给你单。对，我刚刚全部都把单给客人，但我有留这个，我还有点那个意思。会出事吗？不会，没事。你要等等，我觉得没有很多，这是20。啊？啊，酒，因为刚才可能有一点小失误，所以他酒加比较多。OK OK， 好，没问题。他说一样加一样死，然后因为你刚刚是做建成嘛，你要跟客人说要就是要喝的时候要先搅拌。哦，好。因为他刚刚没有搅拌就直接喝，所以怪怪的。好。哎，那个佳丽那一排是1、2、3、4、5、6、7、8、9、10，对不对？啊，对，所以开桌就是开3这样。11、12、13、14、15、16。你坐那边吗？从那边开始是11、12、13 ，OK。对，然后这边是21、22、23，然后31、32，31、32应该是。好，准备要不要再一杯？好好好好。那个马上过来。要喝什么？啤酒吗？一样的，一样的4杯，3杯就好。3杯就好，好，谢谢。他们3个啤酒。好。你还要2杯哦。还有2杯，嗯，黑盘射过去。你没给叉子，你没给叉子。旁边，旁边，这超好吃的，懂点。你们喝喝看，而且它这一杯调起来是栗子的颜色，然后你们喝的时候记得要拿这个冰棒来拉拉，然后再喝，然后它也可以直接吃冰棒。好，那我先去忙喽。你不要去陪酒啊，陪你客人喝酒啊。你也不结完了吗？没有，还有2单等待结账。哦，他们还没给钱哦，还没有。你整的好像那种讨债节，妈还没给钱。3杯啤酒，嗯，大杯的。哎，一个人客应该要接那个接客人，我们是要帮忙啊。我去代位好了，可是你代位你不会点，还是先带进去？我先带啊，然后你先把他，你先把他们带进去，然后再给他们菜单好了。好好好好，聪明。乱掉了怎么办？所以现在怎么样？我现在要看那个，我要看谁要结账啊？13、15跟22要结。付款页面。13、15、22还没结。好，退出。贾少科，店长，
你说，お願いします。几号？前面他们一个，几桌啊？三个。谢谢。你好，也要签吗？是一位那一位嘛？一位。好，我在，我在，我在。你可以先挑你喜欢坐的位置。请坐。来，还是你要一起坐？分坐就好。你可以看看海啊，没关系，都可以。就第一次嘛，所以会比较是很正常，但整个氛围或什么的，我觉得八十分是有的。你原本就想要进内场，是因为社恐吗？其实不是哎，因为我好像不需要那么多镜头。我以前都在餐厅打工嘛，或是有工作，所以比较擅长做这件事情。那做自己擅长的事情，可以帮大家分担掉很多事情，我也可以出去帮忙啊什么的。我相信。也比较不会有人希望一开始就被分配到内场，然后我觉得我是队长，我可以自己先扛这个东西。我觉得乔瑟夫给我的感觉是很照的感觉，我不知道是金的还是真的啦。他就我来可以，还可以吗？可以，对，他就很骄傲，所以我觉得很安心，就一个爸爸的感觉，爸爸吗？好像差一朵，哥哥，原住民的哥哥。我觉得乔真的很稳重，他有办法就是掌握大局，我觉得他好厉害，他可以很冷静的，就是跟大家说现在要做什么。然后比如说我问他说现在冰棒还有几只，然后他也跟我说哦还有几只，我就觉得哇有乔在就好安心。钥匙怎么不见了？谁把它抽走了？谁把我的收银机钥匙抽走了？小偷，哪个小偷？什么意思啊？谁把我收银机钥匙抽走？乔特不是你吗？不可能啊！不是他怎么不见了？怎么可能你？谁把收音机钥匙抽走？抬起来哟！你太做爱效果，爱做效果了。哦，在这里啊！哇，然后还有十五。妈，而且这个不会掉的哎，团哎，吓我一跳！15桌，他的只有酒水。15桌结账，结账，你先。OK。所以他们有出这个13桌的4号。4号是谁？你吗？嘉丽好了吗？嘉丽，那你跟我来结账，这边。429减500。等一下哦，先让本本这边结完，是，稍等我一下。来这边，然后要那个打一打再喝，然后你如果想要吃冰的话，可以整只龟鸡拿起来吃。乔，我需要帮忙什么？不用，没关系，我还好。好，那我好吧，我跟大家喝酒好了。好，你是那个台湾的名士。我是 YouTuber。YouTuber， 你的名字 ，YouTuber 的名字是什么？本本。书本的。那个日本的人。对，日本的本。本本。剪刀石头布。剪刀石头布。台湾布。剪刀石头布。布。剪刀石头布。马上。马上，马上，剪刀石头布。哎呀，我操 ！OK， 这个前面那个回音。马上，马上，我。马上，马上。不一样，我不一样。漂亮。你好，嗨，谢马赛，一位吗？他帮你带。可以挑你喜欢坐的位置。嗨。你要给你啊，给你还是坐那边？坐这边好不好？还是你要坐这里也可以。你们好，目前都还可以吗？真的吗？谢谢。你来消水。有了，不用洗了。不用洗吗？稍等我一下。呀！挑自己喜欢坐的位置。哇！九位嘛，那是大桌的，那个你们最大桌的太里面了。哦，其实真的会乱掉哎。莱姆60，60是这个，对，用小的，然后两次。哇，还有客人帮我教学的，这个小的两次。这样的，这是。如果就是你们可以点我的，然后大家一起学。三杯。你们要不要留一点给后面？你们可以点别人的调酒。那就两杯。两杯，好。不知道你在干嘛。哈哈哈！蜂蜜，我的蜂蜜呢？
很需要蜂蜜耶，你可以帮我问蜂蜜在哪里吗？你的东西不是在这吗？这个吧，啊，在这龙眼蜜。有气泡水吗？烘的这个气泡水在哪里啊？那你可以给我通灵水、哦，通灵水还是什么水吗？要下一马赛。哎、欸，那是我的粉丝。嗨，你们来了。下面看。很好喝哎！帮我送绿星人，那个最多的呢？他们的酒呢？酒单是哪一个？最多的是有一个是全点的，全部点一次的，全部人大家都要做一杯的是这边，然后这一个这边是那一杯。好好好，那坐，现在坐，先坐。我的那个香菜呢？你那个在这里。嘿，你说，收钱先优先，我们反正两个人坐这边。好，你会收吗？你收。啊，我要做我的酒哎。等一下，因为这边还要做很多酒，所以你先那个。好，先收钱。怎么了吗？嘿，加点。稍等我一下，我马上过去。你稍等我一下，谢谢。你也等我一下好了。对，我等一下过去找你。谁要结账吗？没有，等我一下，因为我还没有 key 好，但他们就要结账。二四不是他们吗？他还没有结账，我跟你一起调。我的两杯装在哪？嗯？你说剪刀？啊！来个剪刀好不好？剪刀来。要点餐了吗？好，欢迎光临。你们两位吗？那么我们先找位置好不好？请问你要点什么？洋葱圈。稍等我一下哦。我已经不知道在干嘛了。你的是第四吗？嗯，对，我是第四。好，你还可以吗？哇，好多人还没有结账啊。糟糕了！刚这是一个泰国椰子水，泰国椰子水，椰子水找我来，找我，你椰子水找我。不好意思，我想拿个量杯，谢谢哦，我借用一下哦。好。你是三号对不对？一号。怎么那么湿？不好意思，要点餐了吗？对不起，请问要点什么？我要一个雪碧。雪碧，然后呢？然后一个薯条。薯条。嗯。樱花树。樱花树，好，没问题。先要两杯啤酒。两杯啤酒。也是大杯的吗？对，大杯。还有可以那个推荐吗？那个我们要想喝有特酒。特调吗？对对对。推荐红色夫好不好？它是台湾的米酒加上红茶调的酒。啊，好。好，那要几杯呢？一杯，好，谢谢。总共三杯。好的，开单了，开单了。绿星人这一桌这一杯，我不知道是哪一桌的。这哪一桌的？我不知道是哪一桌哎。好，没关系。超多人要结账哎。我帮你找，稍等我一下。太忙了。一开始就很慌乱了，就是。因为要学按那个东西啊，然后又很着急，然后又说要先结账，就是很多事情要做。因为我们没有分配的很清楚，就是我们可能看到有谁需要帮忙，我们就会就是去帮忙，然后就是忘记自己的事情，然后就这样，大家就这样子乱七八糟的。
PR 哥。好，欢迎超人少年。我是吴志，好，我是志奇，我是徐波。